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Olivia Ong， 好久不见，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吉隆坡，在光影演唱会与大家见面。3月10日晚上8点 Zepp Kuala Lumpur， 赶紧到以下的网址购票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Jumpa Awa。